天房山又发现一个新开的大街，新里大街，带大家咱逛一逛。这个集挺大，一眼看不到边儿。看看大西瓜，看看大西瓜，好了就来啊！哎，怎么两天了呢？生瓜。这个没有生瓜。哎呀，咋不错呢？真好。就是拉偏了，就是偏了，这个。你买这八块的当河南钻，这么多吧？十块钱一把。甜瓜十元三斤。那赶集那个啥的，这直播那啥的，那刷住过你，反正我刷住过你。刷住过。啥名啊？不是，咱这关注人过你，你现在让我升职，反正我是刷住过你。刷住过。啊，这真的。真的、啊。你老那介绍那大集那啥。是。你真刷住我。真刷我。我一看抖音那儿，一看就。就是我，这见了面了，见了面，啊，缘分哈，缘分，啊，这你各个大集宣传那个啥的，啊，这抖音里一搜就搜着了，是吧？啊，感谢大哥关注啊，没事，咱们应该的，嗯，十块钱三斤，香锅三块吧，小香锅三块吧。还菜板呢，这还有搓板呢。豆角十元三斤了。黄瓜一元，圆圆了啊！黄瓜一块钱了，看看这黄瓜一块钱一斤。一块钱三斤。那底下那一块就两块了，这大棚两块钱一块，两块钱了，好便宜啊！啊，好便宜啊！这一捆两块钱，韭菜三块钱两把，一块五一把呗。两把三块钱，五斤袋，五斤袋了。看看这个，啊，一袋五块钱，三个。你直播呗。我直播呗。对，现场直播。这菜卖真便宜。老百姓买点东西哪有贵的？有道理哈。啊，是有道理。你那是卖啥呀？鸭蛋呢？那个是什么蛋呢？鸭蛋是吧？看看这边是卖肉的，好家伙，搁这又碰见了啊！你好啊，卖什么呀？这是咋卖呢？三十三。啥三十三？羊肉三十三。羊肉三十三。对。牛的呢？牛肉二十八。看看羊肉。还有三十三，看看猪肉长的。你好啊，你好。漂亮，72。哎呀，要两个，你说你再拿着，要两块得了。
七十二四三一，这五花都漂亮。哎呀，五花。五花肉多少钱？五花十三。看看这有，多标准。十一。七十二是吧？哎，七十二，他们都拿着呀。支付宝到账72元。这五花真漂亮。对，五花肉十三。27.5，27。这个咋卖呀？五花十二。伟哥。嘿。你好。对，我周三来，周三有时间。周三有时间。对，咱们五花只卖十二的。哦，排骨呢？排骨咱们是整扇的走，我一般卖鸡排。哦。18、20。哦，18、20。对，整扇就14。甲鱼得了，两个甲鱼。买甲鱼。咱们那边，谁那边？你看这网子这是吗？真的不能那样，不能那样。五块五啊！冻冻叶，这咋卖呀？5块钱一斤。现在还有要吗？现在谁要啊？5块钱一斤。5块钱一斤。今天卖黄瓜的真多。1块钱。今天这黄瓜真便宜啊，都卖1块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今天逛的是北京房产经理大局，每周三、周六、周日，其他时间没有。短视频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拜拜。